亚洲超星团的九人新男团 Lumlight 近日成为了城中热话。最初香港的观众对一班的参赛者全部都不认识，最讲得出名的反而是近年备受无线力捧的丁丁丁子朗，不过他一早已经被淘汰，无缘入团。外界曾经说他只是陪跑，不过丁丁就公开表示不介意，说参赛纯粹想发掘演戏和主持以外的潜能，他不单止没得入围，连 TVB 都拿他来搞笑。 TVB 的专业就贴了一张他一脸茫然的剧照，写着说他很 lonely， 他入不到 lonely。 丁丁转发了又用烂gag去回应，说放心他不会很 lonely， 因为捱不落阿 lonely。